Hello， 大家好，我是鹰派队长李文翰，感觉特别特别棒，然后整个人都在时尚方面，我觉得进步不少吧。吃跟玩的攻略没有，几乎没有做，这都是我经纪人做的，因为中国人嘛，然后我就要吃米，就不吃米的话就感觉没吃饭。张力、鲜艳。还有年轻，这是我看过最大的一场秀，然后特别特别的震撼。我平时自己出门我是不会化妆的，但是我会去弄头发，弄头发大概是20分钟吧。衣柜里最多的单品，耳饰，就是耳环之类的。就最近可能断了几天吧，然后就是因为特别喜欢柴犬，就会去那里那柴犬超话里面去找一些表情包，找一些柴犬的素材，这样手机里大概除了我就是柴犬吧。我觉得更时尚了，心态上我觉得差不多，我觉得得保持一个初心才是最真的自己。就是会看一些片段，不会去一帧一帧去看了，就是快进的看，只看有自己的。我也会发弹幕表白我自己，李文翰好帅啊，李文。主动追求吧，非常是。我会说，别忘初心吧。最想拥有就是一看到就看到一个人的样子就能变成那个人的样子的能力，百变怪，就是能变成他的那个人的样子。后脑勺，对，后脑勺比较好看。可爱的，帅气的，害羞的。